好，各位朋友们，我们来看，你也可以自学魔术，瞬间手指转移啊！一、二、三，你看，瞬间转移了。这个魔术其实非常简单啊，请看，首先这样套上橡皮筋儿，然后我们的食指往前拉，拉过来的时候注意下面的左手的中指，这样转过来啊，转到下面的中指下面，然后。角度很重要，不要让人看见啊！角度很重要。然后松开，松开什么呢？松开中指，松开，那瞬间穿越，学会了吗？